秒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.spurroad 鹈鹕赢了。首轮季二鹈鹕客场125-114战胜太阳，将大比分扳成1-1平。此战上半场结束，太阳还以61-56领先。第三节鹈鹕单节打出34-22一举反超，尽管第四节一度被太阳追上，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取得了一场胜利。这场比赛英格拉姆打出了生涯最佳表现之一，他全场出战了39分钟，投篮21中13，三分3中3，发球8中8，得到37分11篮板9助攻1抢断1盖帽，在场正负值是全队最高的加18。其中第三节英格拉姆单节拿下了14分。关键的第四节他再次砍下12分4篮板。最后4分钟太阳在保罗的带领下迫近比分，此时也是英格拉姆连续投进关键球，剩下3分40秒前英格拉姆3分命中，鹈鹕113-106太阳，剩下2分41秒前英格拉姆中距离干拔，鹈鹕118-110太阳，剩下1分58秒前英格拉姆再进3分，鹈鹕120-113太阳，剩下1分08秒前英格拉姆两罚全中，鹈鹕123-114太阳。这四分钟英格拉姆也拿到了全队15分钟的10分，鹈鹕也在他的带领下拿到了过去四年的第一场季后赛胜利。此外英格拉姆本场还创造了几个记录。一，英格拉姆是